do， 我哋一定得嚇。我覺得以往係咁，而家都係咁。我感受到嘅香港嘅精神咧，就係我俾一件事你，你同我去做，大部分嘅香港人咧都會，我死都死掉佢俾你。幾多局限都好，我劃破咗。有少部分嘅人咧就會俾翻100嘅難題嚟嘅，咁我就會同佢哋講，譬如公司請你，或者我哋做一個合作夥伴，我唔需要你話俾我聽問題喺邊，我係需要你同我一齊揾答案喺邊嘅啫。而我相信解決問題嘅方法一定係多過問題。呢個 can do spirit， 我哋做得到咧，就係香港人嘅精神。其實我就覺得我自己真係俾得嘢唔夠多香港。喺我哋呢一代年代咧，喺所謂嘅 baby boom 成長期70年代、80年代起飛香港，我哋攞咗香港好多嘢。我反而覺得我係好不足，冇乜嘢俾到香港。我好希望而家通過唔同層面嘅工作咧，係能夠帶俾大家更多嘅歡樂，同埋帶俾大家更多嘅反思嘅機會。譬如香港，我哋尋找翻自己嘅定位，尋找翻自己嘅自信，但我哋自己要尋找翻自己嘅夢想、理想，甚至係尋找翻自己嘅人生啦，我哋嘅工作啦，我哋嘅感情啦，應該係不斷尋找，不斷自我尋找，然之後不斷去著陸去登陸我哋自己嘅理想同夢想。